肚子很担心，他把身体就缩紧，快快跑到家里跑跑跑。坐在小洞口休息，树林里的猎人慢慢走，小小兔子很担心，它把身体就缩紧，快快跑到家里跑跑跑。
什么一个人哭啼啼？小燕子，我问你，你的家儿在哪里？爸爸妈妈爱不爱你？为什么一个人哭啼啼？
池水。